现在六台车正在疏散离开中。每一台车大牌都把它盖住，到底是见不得人的大牌，还是这个有点歇斯底里？我们保护我们的小燕鸥在这边成功的孵蛋孵育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责任。他们现在慢慢在撤离当中，啊，他们是往西边。西边，海岸大桥方向走。